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，我帮你擦。哦，这样有没有觉得更好吃了一点？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江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学妹姐。看我们这场景不太一样，今天我受到小玉的邀约，她来跟我换妻俱乐部一下。我早上想把我换掉。他跟我说他想要体验一下交新女友的感觉。我总觉得你好像也很乐在其中，是不是？那我觉得我是蛮赚的，有学妹跟别人换女朋友，对不对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玉，我是尊。对对对。今天学妹就交给你了，没问题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她的。你的秀秀今天就要跟我共度一天吧。要吃完吗？那我们要先不可以走心哦，打勾勾。走肾可以吗？走肝可以。不要这么高啊！学妹就随便你摸完。对啊。为什么？直接把我送给别人，是不是？送我真的蛮赚的。我以后可以多拍几集，反正就是拿学妹去换嘛。那你有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学妹就交给你了。好，那麻烦你过去一下。出发，我们今天的约会吧。OK，Let's go。OK， 各位，两位女士在准备。那他们殊不知，我们想了一系列隐藏任务，麻烦剪辑上字卡。最后看谁完成的最少，就要接受对方准备的惩罚。哦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我先给你个暗示，肯定不会不舒服。那我今天就不努力了。除了这些基本任务以外，我们还要准备个特别任务给对方。那你是准备什么给我？我准备一支雨伞，你要转20圈，在约会过程中不被秀发现。你要那样子，跟他超晕的。那样转啊？如果他中间发现了，你就失败。对，那你准备什么？我帮你准备了这个。你要在学妹不注意的情况下跳绳20下，感觉有点难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我们的约会。那我们刚刚，你好，好尴尬，好怎么办啊？平常小玉都怎么对你？因为我们很没有情侣的感觉。人家平常不是都在欺负你吗？对啊。我今天好好对待你，我会让你有想要换男友的感觉。好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去吃饭。好，吃饭可以缓解尴尬。你喜欢吃什么东西？嗯，鲑鱼。可是好像是我点比较快，我比较近。还是你坐进去一点，这样点可以吗？我都吃自销鲑鱼。不是说你喜欢吃鲑鱼吗？我直接帮你点了鲑鱼全品项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比小玉好多了。吃东西之前要先洗手，我帮你擦。你想要先吃什么？我喂你吃好不好？好。你有办法一口吗？还是要分两口？我可以一口。哦。嘴巴好大啊，小玉应该蛮幸福的。这样有没有觉得更好吃一点？嗯。我想你了，就看着你，看一下好不好？哇，乱摸！还是我买个饰品看看。好啊，好啊。你喜欢狗还是猫？猫吧。我有4只猫哎，你要不要去我家看猫？可以。他们缺猫吗？那你喜欢猫，我们就买猫的好了，我帮你夹。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好看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我们要这两个。直接讲，对，直接讲。那小玉平常会带你出去玩吗？很少哎。这附近是有保龄球馆哦。对。那我们一起去打保龄球好了。好，可以。那我们来比赛好了。好。输了怎么办？你决定。如果你输的话，你要抱我一下。好。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，是不是？我怎么感觉被骗了？我是真的不太会啊。九根，换脸换脸。哇，全没倒哎！你过来，我教你。好。你就直接站好。对。然后你过来，然后你等一下手就直接就是直直的丢出去就好了。好。你这没有直啊。你在我旁边丢哎，我知道了，不然你瞄久一点，瞄到你觉得你手是直的，然后再丢出去，瞄久一点哦，大概瞄个30秒，认真瞄哦。
转20圈啊？有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哈。对，我跟你讲还不够久，你瞄个1分钟左右。1分钟的吗？真的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好。我站不起，有20圈了吧？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肚子痛，今天吃太多那个生的寿司。那你还可以打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哦！啊！然后就叫那么大声，全倒了吧？哇！帅！我就烂。我生根！啊！你这不行啊！傻眼，差太多了。9545，我准备好了。真的是蛮开心的、啊，跟学妹有说有笑。我今天跟我女朋友也过得蛮开心。我跟我女朋友。那你觉得今天跟学妹过得怎么样？过得特别滋润，她蛮捧捧场，我讲干话她会笑。没有，我笑点本来就很低。那你今天跟秀相处一天下来，感觉？我觉得我女朋友很温柔，脾气很好，跟平常那个跟我搭档的那女生。你在讲？你看什么？你讲？差了18000米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其实有个隐藏任务，就是其实我们今天有比赛，说要牵手、搂腰腰、抱抱、搭肩、对视、壁咚、公主抱，还有亲脸。哦，对，我们还有一个最终的挑战，我只差亲脸。哦，没有公主抱，也没有亲脸，我输了。所以我准备一个终极惩罚，就是呢。然后先抹这样，把学妹包起来。不是啊，你怎么都在想这种把它绑起来或包起来这种东西啊？终极安全之问。哎、欸，不是跟秀哦，不是跟秀哦，不可能啊，不是跟秀，真可惜啊。啊不然我今天，我就今天就想要来了解一下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所以呢，我就想说，这个最明显啊，看你们亲的自不自然。可以播吗？可以这样做吗？你要说亲哪里啊？亲脸，亲脸就好了吧？不可以亲嘴啊。亲嘴我就要负责。你们两个可以靠近一点。对，准备好就过去。数到3吗？好，那我有点心理准备。听到了吗？脸上三道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，我们先跟健身说一声，我们分手吧。渣男。对。我们和平分手。拜拜。好冷淡哦。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小佳还有杰儿学妹一起合作这一支交换情侣。那大家呢请务必一定要把这2支影片都看完。我跟杰儿的影片会在秀月频道。对，还没去看的赶快去看。总之呢今天非常有趣，非常感谢你们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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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渣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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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喜欢影片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各位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，你就先靠近我这边，再靠近一点。还是哪个角度？还是我示范，还是好，你示范。好恶心。你看，然后那个，最近你在这样比较好，这样比较好。不，你要稍微转过来。他怎么有点？他这样哎，他害羞。如果他这样转过来，他这样可以吗？好像可以。再近一点，再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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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其实还可以再近，再近一点，再近一点。你笑，再低一点，再低一点。你不要笑，我快笑出来。对，再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还是我要垫高啊？没关系，我要垫低。他就是不敢靠近。哦，对，我碰到你哦。你太害怕。碰到你怎么办？低一点，不会，再低一点。不要怕，不要怕。那我这次碰下去啊。但是你碰到，等一下我也碰到，我也碰到。